出生台湾、定居纽约的艺术家李明伟，以参与式艺术活跃于国际艺坛。参与式艺术的意思就是以不同的形式邀请观众参与艺术创作。暌违八年，李明伟回台湾举办大型的个展，集结他20年来重要的艺术计划，像是邀请观众跟他共度一晚，分享彼此人生的睡寝计划，还有由李明伟准备晚餐跟观众共享的晚餐计划等等。这次他也带来最新作品，他邀请每个观众脱掉鞋子进入展间，成为创作的一部分。当你来美术馆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有一位歌者、声乐家穿着一件袍子，他会在这个整个展场的空间游走。那当他碰到有缘人的时候，他就会走到你面前，就说：“我可不可以为你唱一首歌？”所以他对我唱歌的时候，他的眼睛看着我，但我并不认识他。你是多么的幸运，可以接受到这样的福祉。我刚刚会觉得非常感动，是因为我才刚接这个馆长的工作，我非常希望台湾的社会有更多美好的事情会发生。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记得我是馆长，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小女孩。这种作品它是在呈现的瞬间，可是也是在消失中，所以当他唱这首歌的时候，这个礼物已经是给你的了。艺术家李明伟对人际互动的模式非常感兴趣，他的作品多半需要和参与者互动、分享或沟通。在补偿计划中，透过针线修补参与者的旧衣物，具象个人与人际关系的连结。晚餐计划、睡寝计划、余宴计划，则透过食衣住卧等生活作息，以及留在展场的个人物件，探索信任和亲密等关系。暌违八年，李明伟再次回台湾举办大型个展，也发表全新作品。这一次我的新作品叫做《如实取景》。那这个作品它是当你进到这个空间的时候，我希望你是拖着鞋子进来这个 gallery 看展的。那在这个 gallery 里面，你会看到有一位舞者慢慢的跟一堆稻谷互动。如实取景，灵感来自李明伟参观缅甸佛塔的经验。观众也因为脱了鞋子，从进入展场后就成为了参与者。他没有一个直接的跟观众的互动，因为我是不希望观众去打扰这个舞者。可是他的关系跟这整个展览的关系又是非常非常紧密的，紧紧的扣在一起。而这样参与式的体验艺术，也将跟着观众走出美术馆。在回家的路程，就是从美术馆到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，在这个整个过程之中，要把这朵花给一位陌生人。李明伟分享自身经验，邀请大家多多感受赠予所获得的幸福感。就是有的人会说不要，有的人看到一个男生拿个花就觉得很可怕，就躲得很远。到最后我非常的气馁。那当我要走回旅馆的时候，有一位女孩子穿着一件红衣服，跟着妈妈从旅馆的那个门出来的时候，那女孩子就看着妈妈说：“你看那朵花好漂亮哦。”那我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朵花是属于这位女孩子的。15个重要计划横跨了音乐、舞蹈及观念艺术，观众参与的越热络，会让李明伟的作品产生更多化学变化。我这次的展览就是所谓的关系美学，它有很多观众的互动。
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作品，它最主要是希望当观众去参与的时候，它其实是帮这件作品的丰富性带出来。因为如果没有观众的参与的话，这个作品就好像一个容器而没有东西在里面。李明威与他的关系个展邀请观众与艺术家一起创作，深入探讨公众与艺术的关系。